他也是民进党发言人，他说：“令人愤怒啊！改朝换代多久了？这些旧时代的官僚如果还不能换脑袋，就应该帮他们换位置。”讲的是谁？体育署长张少熙吗？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想：哇，又是马英九、马维拉要出来救援？马英九的遗毒吗？难道他坐了位置坐这么久？ 张少熙是二零二零年九月蔡英文第二任的时候任命的体育署长，<laughs> 他叫做旧时代的官僚，他连蔡英文第一任都不是，他是第二任的。所以蔡英文第一任二零一六到二零二零也是旧时代吗？对他可能是这样讲，但是我不知道解书文為,为什么 <laughs> Google 一下不去 Google 一下张少熙，人家以前也是全级的国手，然后后来去当台师大的好像学务长之类那唯一你说他旧时代就是他小时候参加过救国团，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算不算是旧时代的党国余孽了哈？ 要帮他们换位置，这个好像又是马威拉出来救援。如果人家不知道，就说：哎，你们这些体育署的这些官员都是马英九时代留下来的<是>啊。周玉蔻也干了总统幹了，干了八年是啊，而且马英九留下来的官不是陈水扁的官，<且>是。而且这个是去人家去年上任的、啊，<laughs> 好了。然后 <laughs> 周玉也在讲说，一个政府内阁搞到府院都道歉，有脸皮就要这个首长呢，你就要自己收拾包袱走人，还要等比赛完吗？然后呢，今天林以梦。 加追一个人叫做什么？就是这次奥会主席林洪道，从二零一六年了、啊，他就是反体改大佬。他跟整件争议好像没他的事呢。他跟体育体育署长应该有要负全责。如果有一丝羞耻心，应该要自行请辞。<laughs> 一般人大家看到这边，当然知道防火墙赶快先组好嘛。这体育署长、这个奥会主席，你们自己自我了断了。总统都是被蒙在鼓里，然后我们的院长被蒙在鼓里，甚至连我们的教育部长都被蒙在鼓里。就是这些人到此为止。 如果你只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更惊悚的，我要告诉你，林宏道，这张、個、少熙，这是、個、当年九月的图啦，就是交接官印。你看林腾蛟还有教育部长潘文忠嘛，哈，林宏道是谁？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当时是不是里约奥运飞得更远喽？在巴西，所有的选手还是做经济舱啊。他那时候就是奥会主席，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好坏，但是他至少那时候捐了一千万去帮选手升级。 做商务舱，嗯，二零一六年干这种事，他去帮人家升级商务舱，所以才会有后来蔡总统说的那一句话說，说我的选手未来都要做商务舱，因为二零一六年的里约奥运是七月嘛，他五月才上任，嗯、他可以又说是马英九之前的规划那一些预算就算了，人家自己奥会主席自己花了一千万帮人家升级，然后你去割到尾，结果二零二一出包了撞车了，现在叫你请辞下台，你就是反体改大佬。 我这边先问一下上哥，上这个这种切割法太好笑了吧？我真的今天看到这个林洪道自己捐一千万去帮国手升级，嗯、这跟我们那个疫苗一样嘛？又是民间企业，又是这个民间自己人去帮政府做事啊？哎呀，当然在这一波，其实民院因为这个戴志颖，因为戴志颖就刚好一直有照片，而且再让他贵为球后，然后他开口还是影响力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波这个当中，无论蓝绿里头的批评，特别是绿营里头的名嘴，或包括绿营里面的明代自己的批评本身，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蹭蹭这个有关于民民民民众的这种民怨或这种民意的这种热度而来的了。当然，整件事情我始终觉得毫无疑问，我们无论今天谈或者未来几天，其实都会一直谈下去。在奥运期间，其实整个核心还是基在于我们在台湾。 无论从政府一路以来，到底有没有把体育选手、把国手放为真正所有在体育政策、体育预算经费，包括这些赛事活动安排的核心呢？ 根本没有嘛，其实其实从来都没有。其实我这样，如果像我过去年轻，我们也跑过，也在班过，当时跑过教育部的体育司哈，跟后来其实包括体育署，从媒体的角度其实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在体育环境里头，过去在教育部底下是体育司的时候，体育司本身其实是自成一格的。 跟其他的高教师，跟其他的各式各样其实不太一样。其实包括在跑教育路线的人，你不要说电视台，电视台因为基本上有事才去跑教育部，都是台大什么这种，你知道，就是包括到七月份联考这些事情。有关于体育方面，我印象中，体电视台的记者跑的是少之又少。那么体育记者，电视体育界因为都是跑赛事或转播，也没有在跑他的直属的部分教育部。所以我自己过去在代班的时候，因为对于体育很有兴趣。 当时我去跑体育司的时候，想去问一些事的时候，哎呦，体育司里面都非常吓一跳，嗯、想说你一个电视记者怎么会跑来,会来跑,跑来？而且你不要看我们电视台记者，因为都比较忙，还要采访报社记者，理论上应该可以跑得比较详细。可是呢，我认识所有联合报、中国时报、大报的。 报社的跑教育部路线的记者当中，都对体育是不熟，因为他们在朱伦街那个单位，对，那个都不一样的。而且，所以我要讲哦，其实整个体育界当中，就我们这三十多年，其实在媒体里，相对于社会大众，还更了解体育界。一级一来说的话，整个台湾，我认为从头到尾，对于体育或对于选手的伪善的程度，那个虚伪哦，这个是完全过去无不及的。 我想，我们今天在骂很多都是在骂政府的体育官员。坦白说，体育官员在整个台湾体育发展当中，他出现的机会不多，而且他主要其实都是不要预算批给你，所以跟他主要还是在很多我们刚刚提到单项协会这个部分的这个角色上。哎呀，讲到单项协会，我跟你讲哦，我想说其实大概我自己思维是这样的。 除了像宗教界、教育界之外，体育界这些都是水又深，披着道德的外衣，可是里面真的是肮脏的不得了的地方。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台湾的这些你都觉得像戴资颖这样国际级的选手哦，能够拿到这样的部分没有很多，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栽培，从从包括各式各样棒球啦，甚至包括体操选手，还是应该要好好栽培。可是呢，你可能不知道，台湾的单项的这种体育的协会。 他们的每年的预算流水超过五千万，超过一亿以上的，可是多得不得了。你很难想象，你都以为说他们，哎呦，我们现在好像都一直都听到体育的选手他们好辛苦哦，他们的家人、父亲、爸爸妈妈很辛苦，<是>他们的教练好辛苦。可是我各位，有跟你说，其实他们的我们在单项协会当中，他们的流水的账，包括他们的人事，真的是非常惊人。如果有去仔细看的话。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回到拉回到这些事件上当中，当然最后其实是由我们体育署，特别包括由我们台湾的部分，应该说台湾的部分的奥委会这个部分，其实在主导整个部分形成。但是说实在的，因为这些组织原来过去都是一些预算跟计划的这个决策者，他们并不是执行者。 实际上，包括我刚刚指出，现在在那边官员，在未来十多天之内，在日本的吃香喝辣，他们会到哪些日本的有名的料理店去吃料理，还会拿着说什么公关，跟别的其他国家认识的其他的这个奥委会的名义之名，在那个地方聚餐，花公关费、交际费的，因为这些都排定了，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挖。所以我是指说，他们其实每年过去，我们其实不是像奥委奥会这样，就奥运这样子参参加。 这些单项的协会，美联里面的主要的成员，他们到全世界去开会，坐商务舱去全世界开会。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些预算全部揪出来，我跟你讲，你真的会吓死人，真的会吐到后空翻。我跟各位可以这样说哦，其实这个部分为什么？其实每次当有新的体育署长。 来宣称说要改革，说包括这一次的新署长说，因为他是演，他过去就是运动员，<对>他说他一定会从运动员的角度好好改革。其实最终为什么都其实都无力，历来的无论教育部曾经当过体育司司长，历来后来在在整个行政院改制之后变成体育署，历来的署长各署里面的协助所长，为什么还是没有辙？因为就刚刚讲体育这一块当中的这种权力机制。 无论从体育行政协会的这种预算支配的权力机制，乃至于体育界本身就是一个从教练各方面的这种体育机制，我想我们看先前索菲亚那个在转任做棒球教练的那位女性的部分的的部分的灵异很有名的知名的人士哦，她也写书，她在谈她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进入当她还是当教练，她还不是选手。 被整个那个体系里头，棒球界里面，包括他们裁判界里头的各种的排斥或等等那个部分的权力机制的压力，乃至于我们在这些年因为 Me Too 的关系，看到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体育界有非常多一权力当中出现了这种权力。 权力而产生对于女性侮辱的种种事件，体育界真的很黑很深水很深，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核心，我我不是把问题讲的很虚无化，而是告诉各位，其实这个部分的背景非常非常深。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说把选手当做宝一样，他压根就是吹牛。是，刚才其实上这个花了一点时间在讨论体育界里面，当然它有它的文化跟它的黑幕，水真的是很深，包括了。 很多各个单项的学会协会都是可能蓝绿的政治人物在里面，大概帮忙募款也有啦。但是要巩固自己的势力也有。这个话题当然要讨论下去没完没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花另外一点点时间，等下来讨论到的就是高端。昨天也是无预警的通过了 EUA，这个里面是不是水也很深？但在这之前，刚刚要插播一个讯息哦、喔，最新的独家。 体育署署长张少熙，他昨天晚上道歉之后，呃，已经请辞，但是行政院目前是说等到整个比赛完之后再做打算，再做检讨。那看起来呢，至少就是可能是这一阵子奥运期间，当然也让大家安定一点。另外一个，我我想比较坏，可能是一个，反正你就是一个挡箭牌嘛，你已经要下台了，那再有什么事情，反正是这个先挡着。 好，可是我们要讲的是昨天另外一件大事，高端通过了 EUA，而且卫福部是专案来核准，所以要来制造。我们先看到到底说，哎、欸，高端大家之前的印象还在讨论到说，好像不是说本来送 EUA 送件，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个文件备不齐，然后回来，然后再送，怎么突然嘣一声，大家都不知道情况下核准了。好，卫福部核准里面有说有二十一位专家，主席不参与投票。 十八位同意，一位同意要补件，一位不同意，然后建议要核准专案制造。然后呢，试验结果说又说这个什么效价是比 A Z 啊高三点四倍，原本只要求说你只要 A Z 的零点六七倍就可以了，结果你是一个模范生资优生，你竟然高了三点四倍，超棒的。然后呢，那到底谁投了不同意？那到底是谁投了同意？那到底是整个会议怎么讨论？报告没有会议记录。 因为没有录影，因为全程过程谁是委员都没有讲出来。好，这个六月十一号，记得蔡总讲说什么？国际疫苗会用最严格的国际标准来检验，不会随便通过 EUA。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他通过了。我就说赖教授，这个哪有国什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就没有用免疫桥接嘛？但是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干了，还告诉你超棒，他是科学，是。 既然是科学的话，就是要在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条件、相同的程序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要相同，啊，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是可验证的、可证明为真的。那也不管，也就是你逆你逆推回去，你得到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一个如此科学的东西，如此科学的东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什么见不得人，有什么见不得光，有什么说什么与会者的讲话会有干扰？ 哪里有干扰？一个科学，我们在出席多少国际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在出席多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提出各种研究报告的时候，哪一份的资料，哪一份的你的科学的数据是不可以公开的？当然都要公开嘛，不然的话，谁谁能够验证你的你的推理，或是你的实验，或是你所做的东西为真？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嘛，所以它一定是公开的。 那问题就就来了，一个委员会，这些学科学的人要帮我们的国民把关，把关也就是要去审核这些疫苗，它本身到底可不可以用？它当然要同步的开放给全世界的，包括我们全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懂这一行领域的这些科学专家，他们在看嘛，在听嘛。也就是说，当你。 高端或是你连雅提出来你的各种数据的时候，其实这些懂科学人他们就在看了，嗯，然后你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你一样一样在审查，在表示意见的时候，旁边的这些同线直播的，不管在美国的，在大陆的，在伦敦的，在巴黎的，或是在台北的，或是在各个医学院里面的这些教授，他们本身在看在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好。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嗯、我不知道啊，而且这攸关人民打进去的疫苗啊，一个科学专业的东西，在学术研讨会里面什么时候用闭门会议的？嗯，而且还不准录影，还不准录影，不准公开，不准告诉大家说我的数据都是科学的，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就不叫科学，这叫伪科学，嗯、这叫做有鬼，因为他把它包起来，没有人知道里面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里面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给他通过。 你要我们老百姓去信任你所通过的结果，我觉得我没办法做到。我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我知道科学的基本的程序跟态度。而今天这些学生物科学的人的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是关于属自己所指定的委员，他并不是代表各界的委员，他是官属指定的委员。 官署指定指定的委员，你如何能够确定他是独立思考，他是独立判断，然后他是为全国人民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一旦要关起来，不让大家知道，就是有鬼。如果没有鬼，他为什么要关起来，不让大家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的网友，你们可以看，对，一个开一个科学的会议，说门要关起来，不让不让大家知道，你认为没有鬼吗？ 赶、啊、快现在现场，我们就来明调一下，觉得有鬼是黑箱的，帮我加一；觉得说这是为了这些专家不要干扰他们去这个讨论啊，不要干扰他们去投票啊，帮我加二。我来看一下大家感觉怎么样？不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没有办法打电话进去干扰他、啊。感觉像是我们这边举牌抗议是,不是？我们也不行了，我们只是在那边看他的数据对还是不对？<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的这样的论点对还是不对？那是大家都在听。 一个科学的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有什么不能够让人家知道？难道这些委员的专业有问题吗？难道这些委员所学的专业的知识是有问题的吗？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怕人家知道什么？是有有有什么好怕的？我就我我怎么想？我我早上看到这个新闻，我听到他们的回答，我。 我想不通啊，因为他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打电话进去。例如说他们二十几个人在开会，我们不可能打电话进去跟他讲说：“哎，你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嗯，好，我们也不是现场扣印，我们也不可能在网络上直接连线说：“<对>哎，你刚刚这样讲的论据是不对的。”那根据什么什么理论，他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没法做这件事。哎，嗯，我们只是看听，然后看那个你的你的简报、你的数据，我们只能看这个东西来判断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有什么好干扰的呢？嗯，所以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会说成这样会干扰委员的这个那个自自主思考的的，我我就不太懂。除非你的知识有问题，除非你的学养有问题，除非你的政治立场有问题，除非你为了政治而背叛科学。立刻订阅中天电视，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中天新闻不会消失，只会更强大。